这也是 Light 玩的很好的一个 AD 啊。确实你像娜美感觉有点弱。但还好，因为我感觉琴女其实这个英雄前面挺弱的，新改版之后琴女都很少登场了，可能在欧美联赛多一点。ONG 这边也是差一个兵，同时到二。那先到二没有着急上去换血，滑步上来，第一时间先打 AD， Light 一丝血闪现一发平 A， 最后跳了一下伤害，是 Jerry 拿到这个人头。这从一级开始，这换血换的就很凶啊。这边纳尔带的也是迅捷步伐，两边都可以有一点小回复。哎呦，卡尔萨这个反蹲应该是蹲得到的， ONG 这个步伐就想往前探，而且看到娜美只有两级的，哎呦走到脸上了，上但是阿 K 也来了，有机会吗？哎呦，刘星东先倒了，猴子伤害更高啊，那 A 宝能换吗？卡尔萨还差一拳，最后 Light 也没被换掉，差一下是艾黎烫死了。哎呦 ，Jerry 再次拿到两个人头。哦，是六级了，不好意思看错了，你眼神不好意思看错了。那这波卢先有六的话，再加上 Jerry 有六，就可以入侵了。情侣也六了，这波想打可以打，但是有点冒险。阿卡丽过来了，哎，这波想反包，猴子先腾云驾雾上去，但小五直接切到了后排，那边闪现下来给了一个水泡泡起来了，伤害够不够？阿卡丽直接闪现交自己的大招，大招天空卷起两个人能量器械也是给到了阿卡丽身上，这样对方中野直接被击杀。哇，小躲位还是非常漂亮的，卡萨下来有一个锁先锁卢仙，哎，抱起两个人，这波 combo 连得很漂亮，但是伤害差了一点啊。阿奇反手先配合卢仙一棍子收下位的人头，还可以往前追，但是左左有一口治疗再抬一口，现在下半区的这个劣势有一点点无法挽回了，因为三打三卢仙这边出的踩腰啊。这则是被追着打了，扛了下三项小纳尔有点小脆的，上来刚好变大，有反打机会吗？没有，哎呦大招没推出来，而且山鸡哥刚好回家补了个双火，就是找你打架。那辛德拉是有 TP 的，正面战场辛德拉没来，辛德拉是可以踢过来，纳尔也有踢，看看这波怎么样做抉择。这小龙肯定不能直接这么给，要开想开团，第一时间开到猴子交了一个假身，反身找到 Light，这个位置回头自己后排被切了怎么办？同时大招全身姿态敲回来 ，Light 直接被秒了。这个位置 AD 一倒，感觉这龙没了呀，甚至可能这个大龙都会有点危险，因为打野也倒了。稍微拆一下，拆得很快。好像挺没有能拆掉，哎，要把人推走，泽山用轻条先拉开，但是自己被拉单挑了，上来还有二段 Q， 直接再击飞回来，泽山刚好是变小的，有点脆。拉扯不过了，打不过。这个奎桑提真实伤害，中路黄龙 PK 身上洗礼洗一套，闪现过来滑步两枪。阿卡丽想要进场，第一时间交金身，在侠阵里面拖时间，娜美给了一个大招击飞起对方后排，卢仙可能要倒了，人头是给到娜美，但正面对方还有三个人 ，ONG 直接选择三人上高地，这个中路的水晶也保不住了。这不会是要一波了吧？好像只剩一个娜美了，然后泽莎还有27秒才复活。清不了线，娜美被锤了一棒子，发现伤害有点恐怖，闪现上来一个推球，用走位躲过 TP 保兵一波了。哇，这一场感觉有点意料之外吧。我们可以提前恭喜 OMG 获得第一场比赛胜利，1-0暂时领先，恭喜 OMG。